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indy 王心凌，新年快乐！在已经过去的2022年，有一个特别可爱的说法，说有三个孩特别多，分别是刘畊宏女孩，王心凌男孩，孤勇者小孩。刘畊宏日前举家搬去中国上海，在封城防疫期间做个健身操，做成全民运动，顺便把好兄弟周杰伦的陈年旧歌《本草纲目》、周大侠《龙拳》都拿来当成健身操音乐，火了一把。抬高超过90度，往上抬有收的方向。有些人肚子比较大会卡一下，没关系，多卡他几次，他就不敢留在你的肚子了。像那些脂肪，走开。光是这样看下来就已经很喘了，就有24岁的刘畊宏女孩没有注意到强度跟自己的身体状况，跟着刘畊宏跳了15分钟之后，就因肚子痛送医，最后被诊断出是卵巢黄体破裂，住院了几天才痊愈呢。提醒大家，做运动的同时要记得听畊宏的话哟。小伙伴刚进来，记得量力而为，跟我们暖身持续动起来。直播大爆红的刘畊宏也感受到王心凌火热的程度，不少中国网友敲碗要刘畊宏和王心凌合体跳操。我刚刚一直看到有很多屏幕在刷说，刘教练，我们可以跳王心凌的歌吗？你是男生吼，一看就是爷们。有人刷王心凌，我怎么会没看到？对，因为大家看到热搜上面写的是 OK， 我要去那边把我今天直播就把刘畊宏男孩叫回来，赶快叫回来，刘畊宏男孩，赶快回来。王心凌参加中国综艺节目《乘风破浪》，一夕之间重新翻红。原本在第一集只有7分多钟的镜头，在第二集之后突然以倍速暴增，节目上的一举一动都是讨论的话题。哇，王心凌。行啊你啊！系啊，经过唔知有个草地，跟住有个小朋友，佢玩紧飞碟定唔知咩，跟住无端端望到，喂，孤勇者，陈奕迅都唔识。陈奕迅替英雄联盟双拳之战动画剧集所演唱的中文主题曲《孤勇者》，红遍大街小巷，不止大人爱听，更成为小孩间最流行的儿歌。爱你哭声早晚上，爱你不会的模样，爱你对钱不说谎，不肯哭一下，爱你哭声早晚上，